大家好，我是蒋少宏，文化大学毕业，守备位置捕手。投入选秀的时候，爸爸就是希望，就是放手一搏嘛，就是要做就努力做到最好嘛。其实大学毕业之后，我练习没有间断了，就是持续有在做练习。一方面是重量训练，在我们田家那边打击跟守备的时候，就找林家正、蔡振宇。最近嘛，就是打击吧，就是在注重打击的一些挥棒轨道，之前挥棒可能过大，啊，现在再把它修饰，让轨迹变小一点，出棒更快。偶像就是红雀队的莫妮娜，对，因为他的阻杀能力是我心目中最印象深刻的，对啊，然后他场上的霸气非常十足，让我印象很深刻。这样优势嘛，其实就平常心啊，就是把该做好的做好。大家都是讲守备的阻杀能力啊，但就是希望该做好的做好，这样就好了。之前接球可能一半一半，但今年把它接得更好。今年其实还可以，就是起伏比较大一点，就是没有像之前比较稳定。是因为有遇到陈飞昌教练，在打培训队的时候，然后陈飞昌教练就是会去找研究配球啊，然后他教我蛮多的，所以在配球蛮进步蛮多的。当然。五队都能被选上的话，就是五队都喜欢了，就是毕竟也是从小看到大，还没有去局限设限去哪一队这样，当然能选上当然是最好的，对啊，所以也不会强求一定要去哪里，这样子能选上去哪里就去哪里，就是努力发挥这样。